你说没有这么宠你的了吧？是，八个呢？那再大一点儿，一出门后边跟着八个保镖，有咖喱味儿的，韭菜味儿的，您先等会儿，您先等会儿，蒜香的，这口味怎么跟那个奶妈一样啊？奶妈的儿子呀，你能换着吃，人家能换着吃吗？啊，好好好。对不对？好好。周老师小时候出去上一厕所，后边跟八个保镖，列位是八个保镖啊！这八个味儿加一块多闹啊！一出门，周老师中间八个保镖两边站好了。哎呀，啊，分工不同啊。嗯，有扛着这个纸的，啊，还扛着纸。那，啊，上厕所吗？你不得扛纸吗？哦，这是垫子把我包起来啊。公共厕所里边扛着纸，啊。这边有一拿救生圈的，我上个厕所要什么救生圈呀？你万一你要掉坑里呢？保镖干嘛的？行，保护你嘛，万一掉坑里扔一救生圈，对不对？啊，这边还有拿大竹竿子的，这是干嘛的呀？你万一你要掉不下去，救生圈不白拿了吗？哦，给我捅一下，这是吗？这边还有一拿电钻的。这电钻怎么回事啊？保证你的顺畅，万一你要便秘呢？啊，就是整个人都通透了，就是。对呀，嗯，上厕所，嗯嗯，这边有拿锣的啊，有拿锣的，有拿鼓的，嗯，干嘛打响器呀？净接锣。哦，周老师上厕所得打净接锣，你听那净接锣的声音，哎呦，那就痛快，裤衩衩，裤衩衩，裤衩裤衩衩。行，对，要一大姐真可怕，各路发沙是你爸呀，裤衩衩，哪儿听的不知道，你都没看过这动画片吗？行了，打净接锣，打完净接锣这边得喊一嗓子，喊吧。周九良拉屎去了，别喊了，得喊这么一嗓子，怎么那么光荣干呢？让大家伙知道，周家大少爷出来拉屎来了。我拉个屎那么大，都避着点儿，都赶紧回去，别甩一身，知道吗？对。哎，喊这么一嗓子，到厕所。到了公共厕所，大厕所呀。嗯，周少爷能先进去吗？干嘛呀？不进去，门口站着。门口站着，八个保镖先进去，干嘛？清人。清人。厕所里蹲的人都得清楚。哦。哎哎，别拉了，赶紧出去。大哥，我就剩一节了，赶紧掐断。哇，嘿，不许擦，嘿，你打的，这还清人，愣给人蹬出去，厕所还清人啊，清人，哎，厕所没人了，行吧，开始打扫卫生，啊，打扫卫生啊，现打扫，八个保镖每人一坑啊，擦这坑，擦地，墙擦得干干净净的，哦，拿这个纸叠成一小角，哎，擦那瓷砖那缝。我带出一保洁公司来，我这就那么细致，厕所擦的是一尘不染啊。行啊，哎，这会儿干净吗？周老师，嗯，门口站着，是有一人过来得请。嗯，周少爷用膳。那个干嘛？我饿了是吗？用便也不对，那个方便啊，周少爷方便。嗯，周老师这儿抖一抖，一挥手，回。您像费那么大劲，怎么不上呢？这厕所拉裤了，是得拉裤了，那玩意儿哪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呢？对，没等那大哥掐断的时候，我已经拉完了，我比他快。家里就这么富裕，有这富裕钱你修俩厕所行不行？在家你上公共厕所显示亲民呢。行，对不对？那多亲民呢。掐断。没有这事儿。您民，哎，周九良打小，我不知道您各位知不知道这么一词儿啊，您打小有童养媳。
童养媳。当然这是这封建家庭啊。什么家庭有童养媳呀、啊、对对啊嗯什么叫童养媳您各位童养媳嗯打小给许的亲呢对童养媳娃娃也就是伺候他对对对对童养媳一般比少爷都大点儿、哎、他这也大不了多少哎啊他那是62那年他童养媳我是不是看上我媳妇退休金了不是62吗什么62童养媳吗那没有那么大岁数的呀就是咖喱味儿奶妈她婆婆在家待着没事干嘛过来伺候你伺候我那是童养媳呀那叫什么呀老妈子老妈子老妈妈吗对老妈子老妈子对啊后来又叫老鸨子去去去不是这不是这么说的啊老妈子伺候你的对不对有没有对对对有老妈的但没有童养媳那童养媳那过去的事儿没有童养媳没有他们家太有钱了嗯但是话又说回来什么事儿都没有十全十美的嗯咱这么说他们家他爸爸嗯这么多年没儿子对他这个你怎么把我说没了呢没人你爸免着没儿子吗我爸是没儿子我哪来的呀你别问我呀你是这又不是我犯的错出去后怎么说你爸爸没有你之前没有你行就当我听懂了这后来有的你们这叫什么呀这叫老来得子啊您说老来得子我明白老来得子吗对 对, 对不对 对, 对他爸爸后来就多大岁数有的你51岁51岁那年有的他对没有他之前给他爸爸愁的嗯一人坐在书房闷闷不乐是仰天长叹盼孩子哎想我听这动静有不了孩子了你看我是一个我是刻画低沉一点儿刻画你爸爸这人我嗓子就这样你怎么办你欠我你们厚颜无耻之徒低沉的声音呐、啊、哎想我周缺德你爸爸缺德你不让低沉点吗低沉点也不能缺德呀这不叫这名不就完了吗想我周傻蛋这还不如缺点德呢不是缺德不是傻蛋哈想我周傻行可以了周某人想我周某人对这一辈子修桥补路吃斋念佛最后怎么落到一个法死无后了哎又要往上拐似的吗这我低沉下来没有后啊对我无后啊嗯没有儿子哪怕来个闺女也行啊小棉袄啊没有闺女来条藏獒也是个玩意儿来一个呀我爸爸要现原形是怎么着心里难受啊难受心里难受嗯就光在这难受吗心里一难受鼻子一酸、嗯、花儿干嘛哭了这不尿了吗还花儿形容这个泪如涌泉呢别涌泉了 泪如涌泉擦都滋出去了伤心呢正好他那童养媳打门口路过保姆啊保姆保姆打门口路趴门缝一瞧嗯呀呀呀这老不死的什么叫老不死的呀心里话没说出来呀你说出来了吧就是怎么了这是赶紧到后院禀报安人安人是谁他母亲我妈
都是老称呼。他母亲叫安人，他父亲叫员外。员外、安人吗？四个丫鬟搀着他母亲就过来了。都谁呀？一看他母亲，一看他父亲那儿坐着闷闷不乐，得问两句。说说吧。我说，老袁。老袁是个王八吗？你说的啊，我听得懂啊。老员干嘛呀？老员外。我说老员外。外，平日里欢天喜地，今日为何愁眉不展呢？为什么呢？夫人呐、这不还是个老员吗？我心里难受啊。行了，你怎么难受呢？我心里别扭。你怎么别扭了？你不知道我吗？你怎么？你怎么？我妈那么高，我爸爸那么高，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没明白吗？我刚才那个场景没铺述好吗？确实扑朔迷离的。你妈一进来站着呢，你爸爸坐着呢，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吗？你爸爸坐着呢吗？嗯。咱不说远处，你看这儿就坐俩爸爸。这都是看着你的，怕你不演跑了，知道吗？这俩是领头爹呀。你快说吧，快说吧，都坐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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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父亲跟你母亲们就都坐下了。怎么还有门呢？跟你母亲就都坐下了，都坐下了。拉平说话好不好？你父亲可说话了。未曾说话先起范儿。我说，夫人呐，我把你娶进我洞中。哎呀，哎呀，妖精啊！洞中干嘛呀？那怎么着？府、我把你娶进我洞府之中。哎呀，有多少、还洞，还洞府，洞府那不就是把洞装修一遍吗？哎，你说哪儿说错了？府中没有洞，住洞里干嘛呀？没有洞。我把你娶进我府中有多少年了？啊，我爸爸缺水了是怎么着？你母亲想了想，多少年了？有300余年了。还是妖精啊。30余年。30余年，你给我生下一儿没有，养下一女也没有，无儿无女，我要你何用啊？就这一句话说完了，直接插你妈肺管子上，接短了。平时丫鬟聊天都避讳这话题，今天你父亲可直说了，你母亲当时就急了，要。谁踩着我妈尾巴了？这是。好啊，公公在世说我们不生，是婆婆在世说我们不养，不生不养那是你们家德行。对，别看在你们家没养活，我在娘家当闺女的时候没少养活。我操，什么？什么？小花喵啊？小花猫？小花喵啊？我行行行，对不对？别大喘气儿，不生养你得拴娃娃呀。哦，一语点醒梦中人呢。什么叫拴娃娃？过去一老讲儿，说家里边没有孩子了，到娘家庙拴一个泥娃娃，抱回来这孩子一个一个跟着就来了。天津比较讲究这个啊，而迷信。但是你父亲跟你母亲信这个，哎，就比较就为了你拜访过几大名山。去过哪儿呢？普陀山，为了我。九华山，为了我。还有花果山，为了大师兄啊。花果山干嘛呀？什么山呢？北京京西妙峰山。京西妙峰山，哎，3月初8开庙门，他母亲4月初8开庙门，他母亲3月底就开始捣鼓，就是每个月开一回庙门，每月都开。
他母亲赶到四月初八那剃，好是不是？好，一剃一剃的嘛，对对对，对不对？你们也信，就是说错了。四月初八开庙门啊，他母亲三月底开始捯饬。哦，干嘛那么早啊？洗漱、梳洗打扮呢，洗洗澡，干净干净，洗一洗呀、啊。对，洗洗洗漱，别着急啊，再错就给你们退啊。他母亲什么叫梳洗打扮？退。你这叫什么人？这往坑里带我们，这不是？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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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说，这是我错了，不是他啊！他没说，我没说你啊，我没说你。哎，对了啊，他母亲梳洗打辫，梳洗大便完事之后，那就快冲了吧。完了又错了，叫什么来着？打扮，梳洗打扮，假辫。打扮把辫，可以可以随便随便。梳洗打扮完事之后、嗯，门口准备好了打二车。打二车，什么叫打二车呀？嗯，过去有钱人家才有这车呀，就是马车上面有一棚子，嗯，也没有什么的，对不对？对，打二车准备好了，门口人山人海，都挤满了人了，来那么些人，就为了看你母亲。哦、嗯，知道你母亲长得好看，长得漂亮，这么多年没怎么出过门。嗯、是，哎，门坟左右。你母亲一出来，四个丫鬟两边站好了。嗯，看你母亲太漂亮，嗯，如花似玉一般。哦，什么叫如花似玉一般呢？嗯，如爆米花似烤山芋一般的。好看呢、啊，好看、啊，好看那呀，太好看了、嗯、啊！就你母亲从门口往马车头里那几步走，风摆荷叶，雨打芭蕉，我给您学学这几步走，太漂亮。嗯，赶紧照相啊！哎，照相归照相啊，别开闪光灯啊！啊，开闪光灯容易晒黑，你知道吗？什么？我妈要变异是怎么着？变异，出门崴脚了？怎么那么巧啊？崴脚了，来到马车头里。马车这车夫一撩这轿帘，你母亲电不灵腰，蹭上去了。哎呀，飞贼呀、啊！由于上的力量比较大呀，嗯、从这边上去，从那边又下来，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嗯、走。完了，从这边上去，从那边又下来，行，用力过猛，再走，蹭，从这边上去，从那边又下来，再走，蹭，蹭蹭。你父亲一看这种情况，赶紧拿火圈让他钻。长话短说吧，40分钟过去以后，你母亲一失手掉车上了。哎呀，赶车的师傅一扬鞭，嘚儿驾我和这车一溜烟可就没影了啊，到地儿了，掉沟里了，掉，那是没影了。到这个京西妙峰山山脚下这个涧沟里了啊！你说清楚。到这儿之后，你母亲要求拜香。拜香？什么叫拜香呢？嗯，一步一个头磕到山顶上。那不行不行，心里虔诚。那身体受不了、啊。身体受不了，旁边丫鬟干嘛呢？他干嘛呀？贴身的丫鬟要过来劝一劝。哦，什么叫贴身的丫鬟？你母亲啊，嗯，打娘家带过来。是啊，你父亲不在的时候，就这丫鬟陪着你母亲一块儿洗澡，一块儿睡觉。嗯啊，一块儿吃饭。哦，丫鬟过来又劝一劝。好。我说夫人呐，这是那丫鬟，这是那咖喱味保镖。保镖干嘛？丫鬟怎么这味儿、啊？丫鬟变声期啊，赶上变声期，就赶紧说，我 说就行了。夫人呐，不用学了，咱们坐二人抬爬山虎，老娘娘是不会怪罪的。哎呀，哎呀，行了行了，不要满天飞了你。您怎么还有胡子呢？哎，哪有胡？怎么还捋胡子呢？刮小姑娘能有胡子吗？不抓胡子吗？那不是胡说八道吗？什么呀？能有胡？眉毛太长了，往外捋捋。哎呀，看把你羡慕坏了你。
么漂亮的眉毛。喂，理一理，行，赶紧说吧。你母亲一想也是，说是时那是快，二人抬爬山虎，给你母亲拉到了山顶上，安排到了禅堂落座，先歇会儿。这会儿看出你们家实力了，怎么呢？要求敬山。什么叫敬山啊？山顶上一个闲杂人等不能有，全是你们家人呢。哦，花钱呗，花钱呢。啊，撒钱。一撒完钱，呼啦朝人都下了山了。偌大的大寻宝殿之中，就剩下你母亲一个人。您听听，和一个老和尚。那是，让老和尚出去。你母亲说：“老和尚出去，出去。”小和尚进来，快来。小孩干嘛呀？这有一敲磬的呀。让我爸爸过来敲。让你父亲过来。他会。两个人跪在老娘娘面前，诚心诚意的上香祷告，许许愿吧。老娘娘在上，嗯，奴家缺门德事。你妈缺德。奴家傻门蛋。你妈傻蛋。野门鸡。这周门某事。周门某事在下，嗯，愿老娘娘赐我一肚子子。对，甩子儿来了是吗？排版排错了，赐我肚子一子。对，我们愿意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嗯，说完了话，开始磕头。磕吧。当当当！我妈带着钢盔呢，是吗？钢盔吗？你爸旁边正好敲磬呢。怎么那么寸呢？赶上了啊！开始拴娃娃了。哎，进入正题了。兜里边掏出一根红线绳来，啊，拧好了扣。嗯，拧好扣，抖起来，走。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行了，先不唱了，就这意思。拴吧，地上有一个，地上这不成，太头不好养活，还有讲究。老娘娘怀里抱着一个，就他，这不成，真龙天子的命咱们驾驭不了啊。嗯，找来找去，找来找去，找这供桌围子底下一掀，这桌围子瞧见你了，好看，漂亮。小眼睛小卷毛就是他了，拿红线绳，还有眉毛呢，落了一个。红线绳拴好了，抱着就回家了。不到一个月，你母亲身怀有孕了，不配不行吗？不行，不配不行吗？是啊，老和尚得多灵。对，什么叫老和尚多灵？对，老娘娘，老娘娘多灵啊。对呀，你母亲那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一天比一天大，自己摸不着自己肚脐眼了。哟，哎，高处有东西不敢够，怕把你撑着；低处有东西不敢捡，怕把你窝着；太小心了，有口热的不敢喝，怕把你烫着。烫着，咱就这么说吧，你母亲当年就放了一个屁，后悔半辈子。为什么呀？你就看这屁崩的脑袋。我呀，谢谢啊，哎，很顺利啊，这三个节目全部演完了啊，证明一点，您各位的钱花没了啊。我还听相声带，这会儿您再喊退票，您就有点臭不要脸了，于事无补了，已经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了。对，那我们来说呢，我们愿意给您多演一会儿。是啊，应该多演一会儿。应该，因为您买票了，哎，您坐在这儿呢，您是花了钱了。对，您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您过来呢，花了钱了，往这一坐，您买的是什么？您买的是笑。嗯，正好呢，我们卖的那就艺啊，我们卖的是艺呀，艺术啊，卖的是艺。我也得对得起您每一张票钱，对，对不对？在这儿呢，我们哥俩也没有别的啊，您来了呢，买票了，往这一坐，就算对我们年轻演员最大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哥俩呢，谢谢您各位，谢谢。能在天津演出呢，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啊。对。拿周九良来说，我们其实演出之外还有别的爱好，没事出去骑马，对不对？对啊，没事上于老师那天打雷劈天那个
天津地滑啊，天津地滑，宠物乐园，骑骑马，对，喜欢骑马，嗯，我们都骑马，他爱骑马，但是他跟我们骑马不一样，嗯，您说大家您可没骑过马，但是您在电视上看过，骑马背上，对不对？啊，揪着马俩耳朵，好，不是骑呗，对不对？我就是这欺负马不会说话呀，我们是这么骑，人周老师不骑，啊，跟我们骑法不一样，有区别。周老师坐马脑袋上，你看。高难度，哎，你看这不是玩杂技吗？是不是？因为我们骑的马背上，他骑马倒，骑马头上。那你说这马这脖子也挺有劲儿哈，哎，感觉能把你支撑起来。那是，哎呦，开心，开心，骑马头上，哎呦，开心呐，那个马一跑起来，哎，太开心了，哎呀，特别开心。就骑那一匹马，别的马都不骑，嗯，就骑那一匹，是啊。后来从马上下来，我们问赵老师：“您怎么就单骑那一匹马，还骑马脑袋上？”嗯，嘘，那不是吧？啊，那叫独角兽。哎，去。哎呦。谢谢您各位吧，啊，嗯，非常的不容易哈，对，非常不容易。那对啊，骑马太累了，不容易。骑马实在是太累。拿这个来说，人周老师确实是有一个怎么说呢？嗯，就是放飞自我嘛。对，对不对？我也没饶了那个独角兽。啊，您就是拿周老师来讲，最近也不错。接了广告了，是，啊，接广告了，尿不湿，对，尿不湿是产品嘛，对不对？周老师对这产品不太放心，拿来拿来，我先试试，对不对？你咱得试，这个质量得我自己把把关，对，得试一试，拿了一包，穿上试试，嗯，有日子不穿了啊，嗯，有年头了，不太适应，啊，嗯，啊，不知道你们这尿不湿质量。还行，质量不错。这种质量的尿不湿呢，以后得我来的就是快了点儿啊，哎，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呢，一我是不是尿频呢？哎，还真不错。别位，您先聊着，我这儿满了。哎。上趟厕所呀，嗯，上厕所拿一新的，拿一新的，把这换了吧。嗯、上厕所不到五分钟出来了，嗯、还是拎着那新的。不是周老师，您怎么没换呢？没换、啊。嗨，我觉得宁宁还能用，我就给穿上了。谢谢您各位吧。啊，由于这个时间原因呢。所以说那个啊，接下来呢，把我们啊所有的今天演职人员呢都叫上来，我跟大家见一见面，认识一下，重新见见面。今天的阵容比较强哈，咱这边来介绍，这是我师弟王九寿，嗯，这是我师弟六九四。刘九四，这是我师弟，啊，哎呦，不好意思啊，这我师叔，师叔啊，师叔啊，刘九哲，哎，刘哲刘老师啊，师叔啊，这是师侄，我有点失职了啊，这那个叫啊于小怀，三哥的徒弟，孔云龙三哥的徒弟，这是我们那个大卷卷啊。陶老板陶云盛，我心里边比较佩服的人，这是我们今天啊非常卖力气演出的绕口令啊表演艺术家张九南，这是我师弟高九成，这是我的搭档周九良，学生孟鹤堂。接下来呢，把一首《一起》带给大家。
喂喂，放个音乐老师。哎，对，没错，那就很好了。冰雪融化，记着歌词的每一句。